第32题，32题、33题是题组。凯莉利用简单的方法将食盐与砂石分离，以区别混合物和纯物质的不同。实验结束后是回答下列问题。第32题是问，比较过滤前 A 滤液和过滤后 B 滤液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的 A 滤液里面就是有我们的水，有食盐，还有我们的砂石，然后经过了过滤得到 B 滤液呢，就是食盐水，里面有水跟食盐，所以不管是 A 也好 B 也好，两个都是混合物。第32题问我们说，比较过滤前 A 滤液和过滤后 B 滤液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A 混合物 ，B 混合物。